吵什么？你个葛浪他一毛不拔，我不会祝福你和那个女的幸福的。我是葛三啊，再好我就不买了。一、Sometimes I believe. 我男人已经讨厌死我了。不要男人讨厌死我了，不然死了算了。我现在大小有三个富二代吧，作为一个富二代，我发誓一定不做违法的事，不欺凌弱小，在家里老老实实的花钱，过上美好的生活，来报答我辛苦赚钱的舅舅、爸爸妈妈。那以后我跟我的女朋友孩子，我的弟弟妹妹，拿你当公家，家里钱花完就行了。有了弟弟妹妹，拿我当反面教材，激励他们。必须要出息，否则谁来赚钱养活好吃懒做的姐姐？你有脸，实在可亲的。